先把钟教授整理的这几个穴道，请跟各位做一个介绍，来纪念这个钟教授。好，第九个昆仑穴也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穴，主症是腰痛、头痛、牙痛、颈痛、阴部肿痛、难产跟便秘。沿着这个外侧，这个踝关节后面。 白骨突出的这个后面，它的功效呢是去除太阳经邪气，调理子宫的滞血，舒筋化血，强腰健肾，是足太阳膀胱经气脉的一个经络穴，啊，在这个白骨突出的后方。这个穴应用在产妇做无痛分娩效果也不错，但是怀孕的夫人禁针。 到你生产的时候才能使用。外踝，外踝肩后，各位手上资料有。它的主要功能是益肾通络止痛，适用于坐骨神经痛、神经性的头痛、眩晕、下肢瘫痪、膝关节炎、踝关节扭伤、腰痛。 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疾病的病症。好，第十个穴环跳，属于足少阳胆经的穴，主症是坐骨神经痛、中风瘫痪、膝不得伸展。环跳的位置在臀部啊，这个骨骼有这个画出来，在这个大转子的上面。 凡是腰胯痛、椎间盘突出、腰椎骨刺形成的一些腰腿疼痛症候都有效果。啊，这是如果趴着，这个上原则上位置在这里这个地方。胆经，这个穴应用在类似坐骨神经痛的一些症状控制，很有帮助。大概位置，这个可以参考一下。 一般取穴是侧卧，啊，下面的腿伸直，上面的弯曲，拇指关节横纹的按到骨的股骨的大转子的上头，头上面，拇指指向脊柱的方向，拇指指尖向接触的凹陷处，就是环跳。股骨大转子，位置，主要功能是祛风化湿，强健腰膝，适用于风湿性的关节炎。 坐骨神经痛、下肢麻痹、脑血管这个病后症后遗症、腰腿痛、髋关节周围软组织疾病、脚气感冒病症，弹跳。第十一个，通理，手少阴心经在手上的穴，主治安宁神志、调理心气，在手小拇指后面啊。 这个穴是抢救心脏病的主要穴道之一，摊开来位置在这内侧，手少阴心经。这连续有几个穴道在这边啊，神门、阴系、通理、明道，每个都隔5分，这个位置取穴方式可以做一个比较。 所以，髋关节穴方式是握拳在手前臂内侧，会凸起两条大筋，沿着两条筋中间的凹陷，从横往纹下向上量1寸，有按压酸胀麻醋的，就是通灵。它的功能清热安神、通经活络，适用于头痛、眩晕、神经衰弱、疫病性的失语、精神分裂症、心绞痛、心动过缓、扁桃腺脑炎、咳嗽等病症。 1寸，这个位置。第12个支沟属于手上三焦经的位置，这个在手背的部分。啊，主症是肩臂酸痛、眼睛疼痛、咽喉肿、热病汗不出。它的功效包括了宣泄气机、消散淤结、通理脏腑、止胸胁。 肋骨的疾病，啊，手背4个指腹。
手横纹，手背横，手横纹的四个指腹的位置，支沟穴。当然，这个支沟按压的方法呢，虽然比针灸差一点，但是如果你手法用得当，也有它的一定的效果。三秒取穴的方式，就是四指横纹。三寸，横纹线三寸，三寸就是四个指腹，用同身寸的方式。第十三个穴道内关，属于心包经的心包经。心包经不是在手吗？它怎么是脚？图搞错了，这一张这张这张，图选错了，抱歉。这个穴的功能包括了心明心安神、理气镇痛、强心定喘，是中国历代医家所推崇治疗心脏病的药穴，对心脏功能具有调整的作用。手横纹三个指腹，正中间两个穴道之间。此穴为脉气出入要道，属于八会穴之一，心包络经。手横腕纹上梁三指腹，在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，就是这个内关。主要功能是宁心安神、和胃降逆、理气镇痛。适用于风湿性的心脏病、心绞痛、心肌炎、心内外的膜炎、心动过速、心动过缓、心跳眩晕、失眠、胃痛、呕吐、精神。第十四个三阴交，属于足太阴脾经的位置，在小腿内侧。主症包括妇女月事不调、男子梦遗失精、阴痛、手足力冷、膝内连痛、脐下痛、筋痹、脾胃虚弱。什么叫膝内连痛？那个连痛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这个连部就是一个内侧膝内部这一颗地方，我们当做一个部连的这个状态的时候，它是整个整片都在痛。整个内侧连都会痛，它是把它当做肌肉整片，当做一个布帘在形容，等于是在内踝上三寸的位置。本穴功能包括了健脾化湿、疏肝益肾、活血调经，可以说是女人的专属穴，几乎妇科症状都可以搭配。从足的内踝上四个指腹，同身寸三寸的位置，称为三阴交。三阴交孕妇禁针，由不可和合谷同时使用，手法不当会造成流产，所以一般孕妇不使用。但是可以用按摩揉的啊，女人常揉三阴交穴，终身不易啊。再强调一下，这是网络上下载的照片。快速取穴的方式就是内踝尖向上梁四横指，食指上缘所在水平线与胫骨后缘的交点处按压，有酸胀感，就是三阴交。它的功能健脾胃、益肝肾、调筋带，适用于急慢性肠炎、痢疾、肝炎、胆囊炎、肾炎、泌尿系统感染、月经失调、痛经、带下、阴道炎、糖尿病等病症。三寸的位置。然后第十五个阳陵泉，属于少阳足少阳胆经，主症是心臼外伤、铁打损伤、胸胁胀感。阳陵泉的位置在这两个骨头骨缝交接处，胫骨跟腓骨，胫骨跟腓骨的交缝区。此穴有伤筋动骨阳陵泉美誉，听说钟教授也称为阳陵泉教授，然后钟教授最喜欢用这个穴道。这个钟教授有个外号，请老师补充一下，叫做阳陵教授，他动不动都要用这个阳陵泉。那阳陵泉是我们八会穴，我们胆经的。